丝路山水地图，中国国宝级文物，是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依据。201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在海外漂泊了80余年的丝路山水地图又一次重现在国人面前。出资1.33亿元人民币将其带回祖国，并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人，就是香港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上世纪70年代末，许荣茂只身一人来到香港闯荡，正当他在香港商界崭露头角时，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全世界对中国市场仍抱有怀疑和观望态度的时候，许荣茂毫不犹豫地调整方向，成为第一批率先到内地投资办厂的港商。改革开放，各门打开，那我们华商作为中华儿女的一部分，义无反顾地就去响应各家的号召。香港当时是高楼林立，当时香港的经济是细小龙之首，但是内地当时的基础设施啊，当时的城市建设啊，特别是市场供应的生产必需品都没有，那我们就很大的感触，觉得祖国需要繁荣，需要富强，所以我就到内地办了几个工厂，为当地的这个市场的繁荣啊，或者说经济的进步也做了一些努力。服装厂、塑料厂、纺织厂，许荣茂在内地的首批投资项目皆与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有关，他迫切地想把自己所接触到的多彩世界带回内地，特别是相对偏远的祖国西部。于是他率先选择在甘肃、四川一带投资建厂，成为该地区最早的外资投资者之一。然而厂子建起来了，许荣茂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个困难想象不到的，比方说我们在香港搞一个工厂，你买一个厂房或者租一个厂房你就可以用了，但是在当地水电路包括下水道很多问题，通信设施都是很难解决的。你打一个电话，你要跑到邮电局里面就挂长途，挂长途有时要等1个小时，有时甚至更长。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兰州参加一个电机剪彩仪式，当时我记得是从香港买了一张火车票到乐福，乐福再买一张火车票到广州，在广州以后再买一张火车票到郑州，他只能一站一站买，他不能卖联票，到郑州再买一张到兰州的，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站着，好像站了20多个小时。基建薄弱，物资匮乏，交通不便，通讯不畅，这些都是80年代进入内地投资的港商们普遍面临的问题。两地制度、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使他们遭遇重重困难，打退堂鼓的人却很少。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参与，这是我们的荣幸，所以就很想把这个事业办好，很想把事情办好，所以当时没想到苦啊，往往就是咬咬牙往前走也就成功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港商携资金技术而来，打造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外商独资合资企业数量与日俱增。就在此时，一个现象引起了许荣茂的注意，他顺势而为，又一次调整了投资方向。其实内地当时的城市建设，老百姓的居住、星级酒店、大商场几乎没有，很少，所以当时的这个城市建设现在存在很多的问题，包括很多人的居住是三代同堂，
三代人就坐在一套房子里，甚至有几户坐在一套房子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房地产政策也开放了，这个领域也开放了，所以我们就在第一时间去参加这个房地产建设。这一次转型成为他事业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1994年，他带领集团扎根北京，投资多个高端住宅项目，随后挥师南下，在上海黄浦江沿岸建造首个高档住宅上海世贸滨江花园，首创轰动一时的滨江模式。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许荣茂和他的世贸集团也深度参与其中，先后在全国近100个城市完成或者正在开发运营300余个珍品项目，打造了包括上海世贸广场、厦门海峡大厦、深坑酒店在内的多个城市地标性建筑，持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国家当时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包括什么两免三减半啊，进口的机器设备啊免征关税啊等等等等，华商在内地创业的成功和这些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这40年，港商在里面是直接的参与者，是建设者，是见证者，当然也是成果的分享者。事业取得成功后的许荣茂开始积极投身于两地青年交流和中华文化传承的工作中。2010年，许荣茂成立慈善组织香港新家园协会，坚持每年带领香港学生团及市民赴内地交流，增强他们对国家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截至目前，四海一家青年交流项目已资助超过9000位香港市民前往内地，堪称香港最大型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一。很多年轻人对中国近代史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有这种责任，有这种义务，让他去看看中国利益业心的这个高速的发展，带他们出去以后回来都不一样。我记得带团到北京，那天安排了一个节目看升旗，那天我们11点钟就从酒店出发，但是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看大家都很激动，我自己也很激动，我看见有的同学眼睛里面都饱含着这种激动的泪花这个，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难忘的时刻。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许荣茂对香港的发展信心满满。香港是一个中西贯通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连接的桥梁。其实很多内地企业要走出去都通过香港，因为大湾区建设，我觉得这个是对港商来说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二个最好的机会。4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许荣茂充满感恩，感慨万千。从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到现在的强起来，这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一代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个英明决策，特别是近5年来的发展，让我们觉得特别明显，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这个时代。